我是汤姆三哥，我今天一天都在这排电料呢。新来的电料就是纸棉和纸条的。纸棉呢就有点像毛巾，这手感就像毛巾。纸条呢，这纸条有点像那种塑料纸条。10块钱的自由森林，然后这是7块钱一包的脱纸棉，原木纸，大概15块钱一提的原木纸。这是15元4斤的木屑。这是20元一包的还是15元一包的？这叫啥来着？纸棉。然后这个是7块钱一包的纸条。最便宜的就是最便宜最好的就是土壤和咱们和草、草根啊、草啊、木叶这种的。挑垫料的话，一定要挑那种灰尘性少一点，然后气味不那么刺鼻。然后仓鼠有这种含垫料吃垫料去建窝的天性，所以说一定要找那种